说我这个戏是潘金莲，所以我这个戏里面并没有一个大老生，或者我这个戏是这个对不对？所以他每一个戏都要有这么多角色，修仙抠爪什么都要有。我的意思说，所以他形成一个套路哦。那对，最后就是我那个分类的确是分得不好。我当时的想法只是想呈现，也就是说主题的观念嘛，就是他在一个主题里面，譬如他失明，他成为一个主题。那所以我当时只是想呈现跟那个就是一个民间说唱那个关系而已。好，那我简单就回答到这，因为时间太短，非常谢谢高老师。感谢这个施教授的讲评。实际上，我完全同意在这里这篇这个作文当中呢，这个语言特色着墨是很少的。因为第一，我本身不是搞语言学的，但是呢，我在用这些文本来讲我的这个关于风土啊，还有就是这个历史记忆方面呢，要用到文本。那么至于关于那些生词要不要把它注出来，我是在考虑，在脑筋里头在转。如果不注出来，人家读了读不懂我的文章；要注出来，注了之后又没有交代，那是不是语言的问题？那么所以我想将来可能如果有机会再把它这个语言的部分就暂时抽出来不讲，可能有些地方用注释的方式把它注一注，然后语言的部分有机会再来写，然后再向专家学者求教一下，这样也许会比较理想一点。好，谢谢谢谢。经过三位的这个宣读人以及两位的特约讨论，实际上呢，我们时间应该在50分结束，而下一场是从2点开始，可是我们已经过了时间了。我想大家听了以后有很多很多宝贵的意见，包括我自己对这三篇文章我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想跟他们讨论，但是没有时间了，只好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到外头去讨论好了。好，谢谢。谢谢主持人、各位发表人及特约讨论人，本场次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学者专家的参与。